一妃权倾天下，作者程九，播讲糖醋玛蹄酥。第139章，撑腰。林初九也是有人护的。蒙石纯粹是自嘲，可却说的八九不离十。只是，就算我们明白皇上的用意又如何？圣旨已下，大哥就是再不愿意，也不能抗旨。察觉事情真相远不如表面美妙时，蒙二爷心里沉甸甸的。蒙三爷也好不到哪里去，一脸愁容地看向蒙老夫人。娘，我们现在要怎么办？怎么办？蒙老夫人苦笑道。此事事关重大，又牵扯到萧王，我们暂时按兵不动，看看萧王是什么意思。和萧王接触，这样好吗？皇上会不会不高兴？不怪蒙石这么想，实在是现在的萧王谁沾上都倒霉。30年河东，30年河西，谁知明天会是怎样？萧王也不可能一辈子都倒霉。蒙老夫人不认为萧天耀会就此沉寂下去，北厉发兵的时机实在是太巧了。要说这里面没有萧天耀的身影，蒙老夫人都不信。蒙石不以为然的道：萧王还有翻身的可能，一个武将却废了双腿，萧王要怎么翻身？武将只要有仗打，就有东山再起的可能，你们千万别小瞧萧王。蒙老夫人说的隐晦，至于三个儿子有没有听懂，蒙老夫人就不管了。左右凭有初九与萧天耀的关系，只要萧王不出事，蒙家就怎么也不会倒。话是这样说没有错，可萧王的腿是硬伤。蒙石不是不相信自家老娘，而是事实摆在眼前，萧王不可能一辈子都起不来。蒙老夫人对萧王极有信心，就是没有信心也不行，谁让他外孙女儿嫁给了萧王。见蒙石一脸不赞同，蒙老夫人不等他开口就决断道：此事按我说的办，你们这几天都别外出。儿子遵命。虽然不解，可蒙家三个儿子已习惯老夫人发号施令，倒没有太抵触。见老夫人面露倦色，三人极有眼色的告辞。三人一走，蒙老夫人又立刻精神了起来。来人，笔墨伺候。蒙老夫人亲自给萧天耀写了一封信，表明蒙家对此事的态度，并告诉萧天耀，蒙家会全力配合，只要萧天耀说得出，他们蒙家就做得到。萧天耀正在和苏茶商量应对的法子，就收到了蒙老夫人的来信。看完信后，萧天耀的神色柔和了几许。蒙老夫人对林初九可谓是全心的呵护，为了林初九真的是什么都愿意做。有一个这么疼他的外祖母，林初九何其有幸。你们也看看。萧天耀随手将信给了刘白。苏茶和刘白看完信后好半天都没有说话，他们很清楚萧天耀并不是要他们看信，而是借此告诉他们林初九身后有一尊大佛护着，他们日后切不能轻视林初九。萧天耀对林初九也是用心良苦。片刻后，苏茶笑着说道：王妃的外祖家肯帮忙，我们可以省不少事。没有说镇国公府，也没有说蒙家，特特说林初九的外祖家，就足以表明苏茶的立场。不，本王不希望蒙家领兵。蒙家肯帮忙是好事，但萧天耀并不想将蒙家牵扯进来。刘白不解的道：还有比蒙家更好的人选吗？蒙家愿意配合，这场战事他们就能将损失减到最低。没有，但蒙家不可以。
蒙老夫人为了给林初九撑腰，可以牺牲蒙家的名声与利益，她欣赏蒙老夫人的果断，可并不表示她要接受。刘白立刻明白了萧天耀的意思，郁闷地道：王爷，你不能公私不分。萧天耀一个冷眼扫过去：刘白，你在质疑本王的决定。不敢。刘白嘴上说着不敢，可却是一副不服气的样子。萧天耀也不想理会他，转而看向苏禅：你呢，也和刘白一样认为本王公私不分？不。苏禅毫不犹豫地摇头：王爷要是应下才叫公私不分，蒙家本就是因为王妃才肯帮王爷，没有王妃在，蒙家绝不会投向王爷。蒙家的富贵已是顶了天，再也不可能往前一步，也不能往前一步，蒙家根本没有必要参与皇权斗争，不管萧家哪个人坐在皇位上都不会对蒙家出手。刘白却不赞同：没有王爷，蒙国公根本不可能被皇上点为主帅，所以还是蒙家占了天耀的便宜。你认为这对蒙国公来说是好事？你以为蒙国公愿意做这个主帅？苏茶真不明白刘白的脑子怎么可以钝成这样，说得好听这叫忠心耿耿，勇气直见，可事实却是木讷愚笨，完全没有要救。苏茶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，可刘白依旧坚信是蒙家占了消防府的便宜。要不是因为王爷，皇上一辈子也想不起蒙国公，更不可能重用他。苏茶快要抓狂了：蒙国公是什么人？满京城谁不知他文不成武不就，一心只做富家翁，他根本没有野心，也没有那个能力。皇上点他为主帅，并不是重用他，而是借他的手消耗王爷带出来的兵马。我知道。刘白酷酷地应道：我又不是笨蛋，怎么可能看不出来？既然你知道，还说什么蒙家占了王爷便宜？苏茶觉得自己被耍了。苏茶说的没有错，可刘白有他自己的坚持。他因王爷而被皇帝点为主帅，又领着王爷一手训练出来的兵马，只要赢了这场战争，他便能名利双收，这还不叫占便宜？什么才叫占便宜？这么说也没有错。苏茶都快被刘白绕晕了。可蒙国公根本没有那个实力能打退北利大军，这是他自己无能，机会送到面前抓不住，能怪得了谁？刘白冷哼一声，嘲讽意味十足，而这一次苏茶没有反驳，因为刘白说的有道理。蒙石要是有能力的话，他完全可以借此机会上位，可现实是蒙石没有这个本事。苏茶发现他这次还真的辩不过刘白，立刻转移话题道：王爷，要是此次领兵的人不是我们自己人，我们手上的30万兵马可就危险了。无论是谁领兵，无论出于什么目的，都会先动用萧天耀一手带出来的30万兵马，因为